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我们继续晋级的巨人一样，如果喜欢这系列记得按个赞以及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观看。那么呢，上一集呢，我们的艾伦呢变成了巨人之后呢，已经失去意识开始反扑了，那剧情会如何发展呢？我们继续看下去。艾莲，你到底在做什么？艾莲，你到底在做什么？那家伙怎么回事？竟然朝我们发动攻击！这下他跟残暴的巨人有何不同呢？没问题的，艾伦一定能将大门……那个小鬼根本不打算把门封起来，什么人类的同伴，不过是敌人的助阵罢了。哎呀呀，生气气！该死，叶卡，对他抱持着些许期待，我像笨蛋一样。啊，请再给他一点时间。啊！大家开始都不相信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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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耶！太棒了，我们居然连材料都没有，没有材料。哦，有二级。哎，我们之前本来就有了吧？抱歉，我忘记上一集我们就已经买了。我们现在缺的是二级的另外一个二级的。啊，抱歉，紧张了一下。我们可以直接过去吗？不行。我们只能看着巨人在那边。再这样下去能作战吗？艾莲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来吧，一定要密切注意叶卡的近况。好，我会的。艾伦失去了控制，他真的有办法把石头给堵进去吗？作戦失败的，作战失败。分かってたよ。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存在しないって。失敗したのか。どうして？どうして？おい、アルミン！アルミン！わ。哦，我以为是换阿尔敏，原来是米卡莎。那我们现在干嘛？我们现在做什么？艾伦，你为什么不认得我啦？第一章第七话，原始的欲望。作战失败啦！还不能撤退，防卫艾伦。好的。置いてはいけない。作戦を変えて彼を守るんだ。こいつのために今回数百人は死んでる。お、超強で。ミカサ真的很強。我说真的。ミカサ攻击真的強到爆。超屌的。哇塞，相对那个阿尔敏来说差太多了。差十万八千里啊！又来一只了。我们这有人死掉了，捡他的道具。哇，越来越多。我们要先发制人。哇，越来越多是怎样啊？没关系，我们先清比较近的，在那边。这奇形种啊！我差点摔死。好，解决。哦，有一只靠近艾伦了。你休想靠近我们的艾伦！哦，他居然不理艾伦呢。超好杀的！呜！我是升级还是完全讨伐？那边有一只，我快没网丝了。那边有一只怕闪光弹的，待会去稍微清一下。在哪里啊？
我靠，在那边哀嚎时间，他被吞下去了，谁被吞下去了？2415，等一下，那个闪光弹是捡的吗？哦，那个是道具啊。总算抵挡下来了。我启动陷阱。我はもっと前線に出て巨人を食い止める。いや、あのガキは頼んだぞ。看到了。ピクシー司令からの伝令かもしれない。哇，为什么没命中？ここは俺に任せろ。哇，居然没有。跌破眼镜。ミカさん、いいところに。伤害变低了，刀片不够是不是？换一下刀片。来。信号弹也太多了吧。一緒に仲間を集めてほしい。エレンを守るために人手がいる。エレンも。分かったよ。頼む。分かったぜ。狙う。哇！干什么东西？哎呀！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为什么都打不到啊？哦，那个血是眼睛啊！等一下，先救人，情况危机，先救人再说啊！快没瓦斯喽！最后一集。居然没死，换刀片，哎，换瓦斯。有，换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都打不到啊。他们会闪，他们会闪是不是？有，这次我中了。哇，那个律师好远啊！路过，路过，还有个绿色的。那家伙居然被抓到了，是吧？两只。位置没有瞧好就打不到了，开一个绝招啊，升七七，有，我觉得这应该用的照明弹好像比较好一点啊。发，哎，弄跨步啊哈。有，这样就好打多了。预防他们乱动一通。大劈斩。好了，差不多了。我赶快去红色问号。
啊，不是，红色惊叹号啦，不过那边有一只。他失去控制了。エレンを守っている。特に考えがある。一緒にエレンのところに。一起到艾莲身边去吧。好。在哪里？哦，那个旗子是不是？まずい。こんな時に。アルミ、私のそばを離れないで。完全看没有，再一次。戦わなければ勝てない。哟，这算解决掉了吧？还有这一只。解决掉。那边四百多公尺有一只，我想把它杀掉。没人来杀我杀。2145。剩下就是小巨人了，小巨人我就不想理了。好，顺便捡一下这个好了。来，补充兵。谢谢。阿里卡多。我为什么大型骑行种出现了？好，艾尔米开始引动，瓦斯罐要没了。我刚刚没有去领，我们去一下支援那边。哇，居然是亚尼，危险！太远了吧！哇，有瓦斯罐，等一下再说。巨人在哪里啊？看到了。欸，啊，不让我稍微看一下啊，直接过去了。不让我杀说。恰。真ん中さえ良ければ死にはしない。他居然知道他的构造，还可以推算那么猛哦！ちょっと痛いだけだ、アルミ。痛いだけだ。ああ、痛い。聞こえるか？ここから出てくるんだ。快从里面出来！先はどうした？それに僕たちはいつか外の世界を探検するんだろう。エレン。答えてくれ。壁から一歩出ればそこは地獄の世界なのに。どうしてエレンは外の世界に行きたいと思ったの？どうしてだって。どうして？そんなの決まってんだろう。事情还需要问吗？俺が。因为我就是出生在这世界上的。醒来了。哇，超帅！觉醒了！哇，真的扛起来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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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帅！成功了，他赢了。我们只要救，
援护爱莲到大门，我们就赢了，我们要赢了，必须死守，别让巨人靠近。前面有四个巨人，来，我先把这巨人玩完啊。有信号弹也太多了吧，好烦啊，增加游戏长度吗？亚尼他加入了，我们去捡一下这个瓦斯钢瓶啊，我们已经没有瓦斯钢瓶了。好，立马赶过去。エレンは岩を持っているから、他の巨人に反撃するのは無理だ。エレンは私が守る。解决了。さすが。歴代でも屈指の逸材って噂は本当だな。戦わなければ勝てない。大屠杀！杀完了吧？还有吗？那边啊，小只的，干什么东西？不要阻止我！不要阻止爱莲拿石头，骑行走。讨伐完毕。好了，成功了，该杀都杀了。爱莲加油，你行的，成功了。哇，这时候又来个 boss 啊！哪里搞？哒哒哒！哇！他の巨人の手一杯だ。僕らでやるしかない。打断你的腿。他超硬的。讨伐大成功，我的刀都被我打断了，应该过了吧？大胜利，打到我刀都断了。俺たちはみんな生まれた時から自由だ。それを拒む者がどれだけ強くても関係ない。戦え、どれだけ世界が残酷でも関係ない。関係ない。世界が残酷でも関係ない。関係ない。戦え！
my god。みんな死んだ甲斐があったな。人类第一次胜利了。人類が今日首次初めて首胜了。巨人に勝ったよ。哇，超级热血啊！鸡皮疙瘩又再度掉满地了。当初看动画的时候鸡皮疙瘩，游戏呈现的方式也让人鸡皮疙瘩。我天啊！不过我觉得他这个后面的这个塞完石头的这个后面的那个情感的铺陈可以再多一点。啊，不过他很快就一笔带过，感觉有点小小的 low 啊。动画的方面是有呈现到那个终于胜利的那个情感，然后阿尔敏好像有哭吧，哭出来了。可是这一幕没有放出来，其实有点小 low 掉了，有点可惜啊。OK， 我们继续哈。啊，军马配给所增加新军马。啊，米卡莎获得集中技能。延长决战的狼烟、啊、大决持续时间，哦，一万多块哎，这一场打真多啊！哦、我们拿到好多、哦，好、哦，进行武器补强，有新的道具技能，对不对？人类在今天终于首次战胜了巨人，真的，这种感觉是怎么讲？难得可贵的。